后羿射日。首先，姑娘有意愿要你做，你未完成，你唔可以死嘅。凤姐姐要你送佢回归故里，葬于落水。落水，二弟，仲要替凤姑娘报仇雪恨啊！系，我哋先去落水，再揾何伯报杀妻之仇，然后自刎以报复义。咪住，凤姑娘只会晕死，应该有药令佢复苏。用几块兽皮包住凤姑娘的身体，离开呢处子港。哦，好，等我抱住凤儿。玉兔，我哋送你个主人返回落水神殿啦。落水，冇错，落水神殿应该向南行。二弟，你行先，我后面保护，以防有变。好，向南行，最多三日就到噶啦。玉兔，玉兔跟住我哋行啦。你点先至啱啊，玉兔？落水是昆仑山的南边嘛，向东边走去不到落水神殿的。玉兔你走错路了。上仪什么事啊？是玉兔示意叫我们向东走，而且停在正东大路，不肯跟我们向南行。向东走，是玉兔好有灵气，未试过不听话的。这次他向东走一定有原因的。好，那你跟他走一段路，看玉兔带到去哪里。啲仙药今日第二日仲有三日，跟佢行至港啊！快啲跟玉兔行啦，一定有原因嘅。走咗一日一夜，如今烈日当空，正系午时，只玉兔不停咁仲向东走，而且用前足指住前面，佢似乎有地方等我哋去啊！二弟，到底呢度系咩地方？你抱住凤姑娘小心行。嗯，转过呢个山坡，后面就系神龙殿。神龙殿啊，神龙殿啊，凤儿有救啦！神龙能医百病，系凤姑娘。凤姑娘，系啊系啊，到神龙殿啦！只玉兔示意我哋入去添啊！啊，神龙殿里边好多毒蛇怪兽，大哥，你准备火把应付。嗯，等我扎两支火把。上仪，你同我一人一支。二弟，你喺中间保护住凤姑娘身体要紧。上仪，嗱，揸住支火把。嗯，二弟，系啊，火石，火石，系大哥，嗱，火石，如今点着火把先，以防有变。诶，玉兔都入咗去啦。我入去啦，求神龙赐药救福儿。
神殿好静啊，又冇毒蛇猛兽。上次我上次嚟嘅时候，好多毒蛇，我要用火驱走佢哋，先去到左边嘅厢房偷药。咁正殿喺、啊、正殿喺后面正中央啊。咁我哋而家应该求神龙氏赐药救醒蒲姑娘。我去，我去，去一齐去。你抱蒲姑娘入神殿先。咦，呢次系咯噃。弟子唔该，希望诸神赐药，使洛神复飞苏醒，等佢翻回落水。弟子唔该，希望诸神赐药。弟子唔该，希望诸神赐药。二弟，个神殿冷冷清清咁嘅，我睇系咯，玉兔带我哋嚟呢度一定有原因嘅。嗱，佢坐喺神殿喐都唔喐，上仪，你抱起玉兔先啦。系啊系啊，福仪，嗱你睇下，福仪成身仲有少少温暖。而且肉眼未变，一定可以苏醒翻噶。弟子唔该，希望诸神赐药。我睇都系完成福姐姐嘅意愿，送佢翻去落水坝啦。唔得，系咯，二弟，二弟，你听我讲啦。福姑娘已经受创太深，我睇不如。受创太深，以人间仙子洛神嚟讲，都可以复苏嘅啫。边个？边个啊？神龙。你就是常百草治病的神龙？是，而且可以有办法使洛神死而复苏添。多谢尊神，多谢尊神。请恕冒犯，福姑娘心肺都有所损，请问有什么办法令到她可以苏醒呢？小人唔觉屡犯大错，求尊神见谅，求指点明目去救洛神，唔觉愿以身代死。你就是神偷吴刚？是，吴刚女到神殿偷盗草药，请诸神降罪。我二弟取药是救治天下百姓，并无私心。而且共主帝尧已经禀命天帝赦免了他的罪过了。两位是？姑娘是帝尧长女嫦娥，我是他的夫婿后羿。哦，原来是射日英雄后羿。后羿奉帝尧命为救苍生而射日，自觉有伤天王。不过天帝说你射日有功，已有赏赐，这件事了结了啦。如今洛神佢，洛神食了紫糖草，又饮了龙涎液，一生颜容不变。不过要救佢，一定要在五年之内噶。五年之内？请问诸神，是不是有灵丹妙药可以救到洛神啊？冇，冇。尊神能医百病，福姑娘受伤虽重，我睇应该。洛神俾河伯用金龙神爪爪裂心肺。以一个弱质水神能够昏迷未死，只因为他是天神伏羲的女儿。尊神，你又说有方法令伏姐姐苏醒的？是的，请尊神施救。施救方法就在你身上啊。我身上？没错，就在你身上。吴刚不明啊，二弟可以救伏姑娘？哎，有道有道，你的主人有救了。请问尊神，是什么方法啊？你有宣花短斧就有办法啦。宣花短斧？宣花短斧点救福姐姐啊？有宣花短斧，如果能够上太阴广寒宫，用月中丹桂树皮下面嘅液汁俾洛神饮用，就可以起死回生啦。真系？系。福儿，福儿你有救啦！福儿，无论几困难辛苦，吴哥都会取药救你噶。福姐姐，福姐姐有救啦！上太阴难，取药更难。取丹桂树液汁有困难？有宣花短斧劈树取汁好易啫。哼，虽然有宣花短斧啫，但系每日要不停咁样斩劈，十日最多都有小半丝啫。一个时辰停止砍伐，就再冇树汁流出噶啦。草半钟，最快都要三年噶。吓，要三年咁耐？三年好快过啫，以后福姐姐就可以同我哋一齐团聚啦。玉通，你开唔开心啊？多谢尊神指点，唔该一定到广寒宫为洛神取药。你真系要去？嗯，好，你不愧系我嘅好二弟。既然你坚决要去，嗱，桌案上有个小玉瓶，你可以攞去用嚟盛载丹桂嘅汁液。当玉瓶日满的时候，份量就适可的了。多谢坚持。但福姐姐的身体，唉，你们不用那么担心。洛神是伏羲女儿，身体留在神龙
殿，内堂深处，我命麒麟兽日直看护，你哋大可放心嘅。多谢尊神看顾，三年后吴刚一定可以将丹桂树液带翻嚟神殿拯救復燕，以五年为期，希望如期赶到，否则洛神身体有变，你哋出去啦。洛神稍后自然会有神兽搬入内殿噶啦。系咁，多谢尊神，多谢尊神。你哋出去啦。系。冯姐姐，冯姐姐，三年之后再见。玉兔，快啲行埋嚟，别过你嘅主人啦。以后相见就要等三年啦。福儿，我去啦。福姐姐嘅右手仲死力咁揸住支碧玉凤凰钗啊！福儿再见啦。啊，等我装束头发，放入福儿嘅貂皮囊处，挂喺福儿条颈度，等佢永远攞嚟纪念。嘿，二叔真系将自己嘅头发放入福姐姐颈上面嘅皮囊嗰度，挂喺佢条颈上边。福儿。今日以后，你就是吴刚的妻子，我会全力口份桂树，三年后在人间度相见。走啦，玉兔走啦，玉兔。福儿，你一定要等我，等阿刚翻嚟。原来你唔想讲个方法出嚟，就系、是、唔想累我。福儿，你对我太好啦。二弟，走啦。走啦，离开呢处伤心地啦！你仲有好多事要办噶，走啦！福儿再见啦！三年之后再冇任何嘢可以令到我哋分开噶啦！咗神龙殿，如今已经系有时，我哋相爷啊，喺炮皮药囊处攞指纹葡萄俾吴刚食啦。哦，系。多谢大哥。嗱，多谢大嫂。哈，今日系八月第十五日，今晚夜凉如水，月圆似满宫，天上万里无云，繁星闪耀，微风飘荡。正好凭虚御风，直飞霄汉。嗯，今日是个好日子，飞向广寒宫。三年后的今日，我们就在神龙殿外面相见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二弟，用心砍伐桂树，攞取汁液，为福姑娘带来生命和幸福。嗯，是。三年后，八月第十五日再见。短短36个月，好快就到了。玉兔。同吴刚示意再见啦！冇错，三年好快就到噶啦，记得带玉瓶同埋宣花短裤去啊！系，到时我会请帝父禀命天帝，将福姐姐许配俾你。多谢大嫂，系啦，大哥，呢度有个虎皮甲囊，系里面有好多神龙殿嘅珍贵草药。嗯，麻烦你将佢哋攞嚟救沿岸嘅灾民啦。好，仲有呢两块火石，请你代交还瑞人神殿。仲有。呢一把锋利嘅匕首，大哥，你留为纪念。我走啦。好，二弟你放心，我一定依照你嘅说话去做嘅。如果日期有误，我同大哥就喺有穷近华邑嗰个地方等你同福姐姐嚟啊。嗯，玉兔，我去为你主人佛树取药，你要好好保佑佢身体平安。我会射杀荷包为福姑娘报仇，为百姓除害。多谢大哥。嗯，大哥大嫂啊，珍重。嗯，记得带福姐姐翻嚟见我哋啊。系大嫂，二弟珍重啦。三年后八月中再见啦。我食咗仙桃之后，就飞去明月嘅广寒宫。大哥，嗯，兄弟情谊永久长存。冇错，兄弟情谊永久长存。我祝你取药成功。多谢大哥大嫂。
我去啦。好，二叔，再见啦。你睇下吴刚，佢食完蟠桃就好似流星一样奔向太阴、我真系希望佢可以斩到棵桂树，咁我哋四个三年之后又可以再次欢乐相聚啊！人生聚散无常，几日前大家一齐欢乐相聚，转眼就各散东西，几年后就可以相会，又点似得我哋夫妻恩爱朝夕相对，情坚似石。同二弟收好个虎皮甲囊先啦。哦，唉，相儿，见到福姑娘同吴刚嘅不幸，我就感觉到我哋非常幸福。大哥，我相儿啊，唔好谂咁多嘢啦，我哋食不死药啦。啊，仲有两日，明早我哋一齐先至食啦，好嘛？点解？啊，我冇。我有几句说话想同你讲。嗯，好。包袱里面有两块鹿肉，葫芦又载满咗水，激石取火，一边隻肉一边听你讲啦。嗯。呢度山林密布，毫无人烟，冇人打扰我哋。我去执啲枯枝败木做个火堆，我哋夫妻两人谈心夜话，亦都系人生乐事吓。玉兔，你陪住上儿啦，好快就翻嚟啦。嗯。咁你去啦。啊，我究竟点做至啱呢？食一粒不死药，只能够长生不老，但系唔可以畅行天下，遨游四海，飞到崇山峻岭，白云深处畅所欲往。一遇到袭击，都一样会死噶噃。连食两粒就可以做人间仙子。好似福姐姐一样，踏波浪而来，驾云舞于四海，几咁逍遥快乐，历久常新，肉身永留于天地之间。啊！但后羿对我爱护有加，新婚只不过三个月都未够，就与天各一方，分开至少要三年。而我单独去月宫为佢做仙药，夫妇只可以成为人间仙子。但系硬生生要分咗三年，对佢真系好唔公平。我应该点做呢？我应该点做至啱呢？食单一粒就可以长生不老，连食两粒。就可以飞到太阴广寒宫，只要每日用一片未经日晒的月中丹桂、初生树叶和仙草搅碎，每日不停搅拌，三年后就会制成不死妙药。凡人食了就可以和食了两粒不死药的功效一样。三年，三年，三年，顺眼就到，顺眼就到，到时同夫婿成为人间仙子，永世无穷啊！上儿，出嫁要重夫啊！后羿对你结发情深，处处以你为重，对你恩爱有加，成亲未够三个月，就要分别三年，你点对得住后羿？点对得住我？啲药系我嘅，我嘅，我嘅，系我嘅，俾翻我，俾翻我。上儿，你做咩啊？你坐喺度想咩啊？想到成身大汗嘅，你冇事啊嘛？啊，冇事，我冇事啊。等我同你抹咗面上啲汗先。上儿，咩令得你咁惊啊？我发咗个噩梦。咁都有嘅，嗱，我打火石。你将啲木屑干草推埋嚟啊！哦，火石真系神物吓、几下就有火花。上儿，啊，你呆咗咁做咩啊？
快啲戒木条烧六肉食啦。哦，嚟，玉兔乖，玉兔乖，行埋嚟上二处啊。我，你坐下啦，休息一阵啦，等我烧个大火堆。你系咪仲挂住福姑娘啊？三年后就可以相会啦，咪咁伤感啦。玉兔，玉兔，嚟啊，同常儿一齐啊！玉兔会带我到广寒宫，吴刚又喺月宫为福姐姐取药。三年，三年，三年，好快就到，好快就到。你一个人飞去月宫，点对得住后羿？点对得住我？三年，三年，你个后羿点过？上儿，上儿，你太狠心，你太狠心啊！三年，三年，好快就到，好快就到，到时你哋就系人间仙子啦，冇今日嘅别离痛苦。有边度有他日再见嘅欢乐啊？系，冇错，我去，为咗完成梦想，我一定去，我去广寒宫为后羿研制丹药，将来同吴刚福姐姐一齐成为两个人间嘅美眷。上儿，上儿。啊你又想紧啲乜嘢啊？成头汗嘅。哦，冇嘢啊。唔使惊，无论发生咩事，都有大哥喺你侧边。嚟、啊，等我一手抱住你，一手烧鹿肉俾你食啊。嗱、嗯，安静啲，挨埋嚟我度。我会。你会好快就瞓着噶啦，系咪？嗯。你好攰啦，嚟挨住我，好好地休息一下。自从我哋结合之后到而家三个月都未满，就马不停蹄咁，冇好好地咁休息过，亦都冇好好地咁珍惜过你、保护过你、爱过你，令到你受尽风霜雨雪，我真系对你唔住。大哥，尚儿，啊，讲真，好多谢你嫁俾我，你使到我喺我生命中充满光彩。我后羿以前不过系话入一个小小猎户。只识为咗生存同猛兽搏斗，今日我后羿能够拥抱我最爱嘅人，幸福真系幸福啊！你真系觉得抱住我真系好幸福？系，但系如果我做错事呢？后羿射日第十五回，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，雷凯贤监制，郑树森编剧，叶锦生、陈伟康、李耀培录音。剧中人是由梁汉威饰演后羿，胡美仪饰演嫦娥，麦长青饰演吴刚，车心梅饰演伏飞，冯素波饰演西王母，梁天饰演帝尧。后羿射日第十五回经已播放完毕。